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拜拜了没有》，我是表蛋啊。OK， 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一台呢是很少会见到的，这一台叫做 U5 啊。OK，U5D。OK， 通常你听过 U1、U2、U3， 但是很少会听到 U5， 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好料呢，我们有时也会有的。OK， 所以呢，这一台是 U5D。通常呢，我发现到有几家 U5 呢，我看过的，它都有穿鞋的。OK， 所以呢。D 的话，通常 U1D、U3D 它都是两个 bed 改三个 bed， 但是呢，这次的 U5D 它是原装来是三个 bed 的。OK， 所以事不宜迟，然后过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 action， 然后过后今天我们有新主， 2021年呢，我们要把这个钱呢做到更加好一点呢，所以呢，我签了旗下的一个艺人呢来帮我弹钢琴了。OK， 所以以后你不用再听我弹钢琴了。OK， 所以我们看一下的 action， 然后我们就听他的声音吧。Alright， 所以我们现在看 U5D 里面的 action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frame 这边是 U5D 这样子。OK， 然后过后呢，它这个是 standard steel， 很特别啊，这是 standard steel， 因为很少会有 U1、U2、U3 它是 standard steel 的边，把 U5 通常都是 standard steel 的边的，像港外的特别版，只有在特别版才会看到 standard steel 的边哦。OK， 然后过后你看到 hammer。这个是青色的这个榔头了，青色的榔头，而且我发现这一点，它这一支东西特别的长。OK， 所以它的 adjust 啊，它的那个 regulation 啊，全部都可以做到适合，就是说有那种 grand band 的那种手感啊。OK， 好，来我们来听一下的声音。